主题就是小弟快发了，夏天玩这个妹最多。哎，下一个运动 free diving， 哇，来欢迎 Peggy， 欢迎 Peggy。哇，这个有黑有黑有黑，哎呦，皮肤很亮，厉害哦。你好，你站在杨森达旁边，完全是给他难看，黑白双煞，黑白狼白，这互相呼应。你们应该反过来，是一般社会上来讲，因为女生应该不见这么白，不会了，现在都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啊。也对啊，也对了。嗯 ，Peggy 是什么星座的？天秤座。OK， 飞在比多久了？一年半，在菲律宾，对，在菲律宾宿务，哇，对，一眼认出菲律宾，就跟金莎一起，好美哦，最有名的，这个角度真的很漂亮，拍得真好。所以说你当初是因为喜欢海而喜欢飞 diving， 还是说没有，是看到朋友拍那么漂亮的照片，就觉得说，哎，自己应该也可以，然后就去学，这样其实可以 key 的，啊，就是用 key 的，这是绿背板，对，可以。来下一张。哦，这是练习的，是不是？台中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垦丁小湾那边。小湾现在有这种池哦，有十米池。哦哟，十米哦，对，十米。那天我们也是只是去玩而已啦，因为想说很久没拍照了，然后就拍一下这样。光的吗？这种光也只有在水里面拍的漂亮，对，厉害。这个要练的话，要练多久？就一直练。水性好的有些几天就起来，但是如果水性不好的话就起不来，就没起来。哎，七天后才起来，他就没说练起来，练起来。对，水性不好就哎呦，哎，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好好玩。那是什么鱼？没有，这个那是什么机器？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小琉球潜水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的前伴讲说，哎，我想要拍一个葡萄太郎的照片哦，他当海龟，对，当海龟。那因为小琉球的海龟是不能碰的，会被罚钱。你这样骑海龟照，你现在应该在被关。对，哦，所以那个是你朋友，你人海龟，海龟教练。哦，对，太岁客，他应该是很厉害了。对，他还蛮厉害的，特别海怪，龟哥，龟哥。请问，哎，你为什么第一次潜水就严重失血？你怎么了？那个来就不是啦。如果那个来是不建议下水，因为我那一天的话是，其实我那时候刚学会游泳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应该 OK 可以了，结果没想到我下水超紧张，然后结果我上岸的时候就是脱鞋子的时候刮到一些岩石还是什么的，对，礁石之类的，然后回去我也不知道痛，我只觉得我的脚怎么黏黏的，就一脱掉就整个都是血这样子，对。对啊，这个礁石，大家对礁石不要掉以轻心。礁石稍微，因为我们在水里面泡久了，皮肤会变软。嗯，你稍微碰一下，就肿，就开了，很像刀划刀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上课都是要穿袜子啊。当然，对对对，就是规定学生说要穿袜子，要不然太危险了。但是那个小腿还是也有点伤嘛。那个是骑摩托车，那是雷惨，对，雷惨了，跟你不一样，摩托车就骑就骑。他上一次上一个兴趣是雷惨，对，摩托车也要小心啊，没事就甩尾。对，就是你在医美上班，你这个肤色要怎么样？之前啊，现在没有在医美上班了，然后就是被老板讲，所以就觉得说，太黑。对，他说，你肤色这样子，你做这个工作适合吗？嗯，然后我就看着他，我心里想说，我卖得出去就好了。对啊，实用钱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你老板土，现在哪有说什么流行女孩子要白的？是啊，现在女孩子像你这种肤色是最好看。而且女孩子现在也不能要什么又瘦又白，那个不行啦，那个就只能演那个僵尸片。我叫现在都要是健康有肉。然后皮肤黝黑，对。但是男的现在是流行惨白，是，没有到惨白，对。你知道我旁边等一下会很白，是白是白。真的，你是晒不黑子？我晒不黑，好好。他也不太晒啦，应该是这样。他不是晒不黑，他是不晒。我有很多斑呐，就是退完之后都会留斑在这里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？怎么？为什么我想质疑这件事？你是晒了会有皮肤病的那种？退完皮就蛇一样脱不完。团员里面也有一个是这样，男生也是，他一晒晒完生病，他晒完，他就一直要，而且会发臭，清香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另一半厉害，一般讲另一半教练很厉害吗？对，错，全国纪录保持人，是 free diving。freediving 哇，比深度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因为他现在如果是以比赛来讲的话，有像你说的深度，然后还有泳池的部分。那泳池的话，他就是有憋气。啤酒，对，啤酒的，然后还有这憋一口气
没有穿蛙鞋游远的，然后跟有穿蛙鞋游远的，然后他现在就是两项保持人，就是没有穿蛙鞋跟穿蛙鞋都是他。哇，游泳这么会踢，没有穿蛙鞋的，他大概多远呢？我记得一万公里。没有啊，这是海龟。从这里到台中啊，海龟要做不到。从这里到台中啊，那就是鱼而已了。对，他的话目前现在有的记录是102米。哇，102，对，那一口气啊，很远呢，好远哦。标准来回，标准池来回，对，来回就是憋着，然后这样子。而且只踢水。对，那蛙鞋更远。蛙鞋更远，对对对对对。蛙鞋，天哪！你说，因为你，所以他才可以这样子。对啊，邦夫啊，他是认识我之后才这样子的。没有，他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没有100米，千万不要碰。对。而且已经一个月了。酒是多久？你是说哪一部分？对啊，你是色情王，你又问这种啊？我中问。哦，你说潜水潜下去，对对对，憋气这样。憋气，你是说我吗？不是你男友，你知道的记录的记录，现在的记录的话，现在是6分半哎，现在的记录，国台湾的台湾的有检查过他有塞吗？对，他那时候就是很开心打卡，就说我现在长塞了什么的，还蛮可爱的。6分半，不过像我们看那个什么那个以前那个卢伟松那个电影《碧海蓝天》，他那个也是啊，他那个下去就是100米，嗯，一口气下去100米，然后再上来，他拿牌子嘛，对，然后那种就是你上来在回程的时候不能晕掉。对你一上来的时候，你还要比一个这样，才表示你这个成绩成完成的。如果说你有很多，为什么要这么多潜水夫在旁边？他有的上来的时候，到一半他就失去意识，就晕掉，然后赶快要把他救上来。对，因为他现在有些上来是拉气那个气球，一拉嚓就把他带上来。对，有一些带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就晕了，手一放，旁边就要去马上把他接起来。哇，那个蛮厉害，那个现在都100多米啊。一般人大概几分钟？一般人30秒啊，30秒。因为30秒的话，你会觉得你想要呼吸，但是其实你没有，其实你还可以，对，其实还可以，其实吞口水还可以撑一下。对，嗯，但是预备，手会慢慢的这样，不能动。但是其实你是可以的，你还是可以撑，但是这种东西就会让大家觉得害怕，嗯，所以一定要赶快呼吸。手会不能动啊，就是这样，如果经过训练。憋气的时间可以越来越长，对对对对，要长时间。大概一般练一练，大概2分钟，它不可以。哇塞，6分多太厉害了。6分多那是已经是专家，因为我们这里面那个肺活量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小鬼最厉害。是哦，对吧？对啊，因为你有在玩，又攀岩，是又潜水，又是歌手，又潜水，所以不会要推水缸进来吧？也不是，就我们就压头压水里，浴缸，然后到发白为止。开玩笑啦，来，好，这个世界杯潜水大赛，哎，我们这次潜水很简单，我们就是绕台湾一圈，环台一周，哇，就是说你吹着气球呢，哎，喷这个这艘船，这艘船，喷，再回到 OK， 这样算一圈，好，那如果中途喷，咔嚓，重来，哇，这么严格，回到原点，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谁先？我们比秒数嘛，比秒数。剪刀石头布看谁先。剪刀石头布，我先，还是你先？没有看你啊，看你决定。你自己选。没有啊，人家猜一，通常猜拳。对，通常输的都是先啊，还是你决定？你决定，还是你要先？对，你先好。Peggy 决定。先好。好，你先可以吹，先吹。怎么撑不起来？超难吹的，撑不起来。哎，不好吹。超难吹的。好，加油，预备，开始计时。哦，哎，这样好吧，重来，不能太急，要慢慢放，慢慢放，温柔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哇，太温柔，可以，哎，哎呦，巧妙控制，好，哦，高雄了，哦，巴士海峡，好，啊。慢放，睡了，一下到台中了，高铁，稳住，好，走路，对哦，来冲刺哦，路上行踪，有心相信，哎呦，抓到，一次放那个量啊，哇，哎呦，快，回位，在这里，好，小心，注意，哎，对，厉害，来，
49秒。49。来，你现在先吹。嗯。有没有在练 freediving？ 你是要 beatbox 还是要？刚是拉过了。不要动一下笑。练自己。好，来，你就在准备就这样吗？可以啊，那你管要吹多少？可以可以。对对对，好，就有了嘛，就来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哦，它属于那种一点点，哎呦，一点点，点放点放。前面玩他就看就会比较有经验，不要出现失误就。对，他只要不要出现失误，其实说不定是快的哦。对，不一定，对，很难讲。嗯，因为他吹的速度比较慢。对，你看，这没动了啊，这个啊，遇到三，被三卡住，撞到了，卡到三卡了。啊，哎呦，很优秀。对，你要吹大一点，我觉得可以加速了。哎，有可能，冲刺了，加速了啦。他到花莲了，加速了。他的那个气都不知道吹到哪里去。哦，哦哟！怎么样？这样是？哎，我赢了！哇！好精彩的比赛，祝两位在这个 freediving 上面这个更上一层楼。